师妹，今天是你入门的第一天，距离渡仙门历练大会还有十年，也就是3650天。历练大会就是可以外出历练，提升见识。如果你去了历练大会，就能帮师父和师兄一点小忙。想去吗？灵儿去，灵儿要帮师父和师兄。要参加历练大会，首先你需要在十年内达到炼气境。所谓炼气，是修仙的第一重境界，距离成仙还有三重境界：炼气、化神、反虚。归道之间隔了9个台阶。炼气境可隔空控物，化神境可御空飞行，反虚境可修五行仙法，归道能被雷劈。归道9阶将会面临恐怖的成仙雷劫，若道基稳固，成功度过雷劫，从此便正式成仙，向长生不老迈进。若没能度过雷劫，生死道消，很有悟性。相比起雷劫，目前你更应该担心的是历练途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。来，我们开始修炼吧。为师马上要进入长时间的闭关，灵娥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您不怕我教坏师妹了？为师不在，灵娥的确需要适当自保。师父，当然，你那些歪理，为师绝对不认同。请参加历练大会的弟子来百凡殿集合。此次历练大会共有4处场所，凶险程度不一，众弟子外出时需谨记门规。各长老开始吧。
阴阳为爻，八卦行生，坎水、离火、震雷、地坤、起。为方便遴选弟子，门内在坎、离、震、坤四个方位设置了关卡，分别对应东海之滨、中神州、南赡部州、北俱泸州，四处历练，难度依次增加，众弟子需酌情选择。师姐，我们真的要去北州吗？北州虽然危险，但奖励也很丰厚，放心吧，师姐会保护你的。嗯，果然有北州。不，东海之滨通过。中神州失败。南赡部州通过。北俱泸州失败。师兄，有风雨术传音。师兄，据说东海之滨最安全，奖励最丰厚，要不我们去那儿吧。师兄，我怕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蓝灵鹅，东海之滨通过。耶！你去东海之滨吧，我自有打算。啊！臭师兄。北俱泸州失败。目前为止想去北州的都失败。玄雅师姐来了。玄雅师姐吧。